佢，仲想借大家熱烈嘅掌聲，多謝我哋嘅團隊，台前幕後，各位都盡曬力演出嘅，仲有我哋嘅明星嘅樂隊，多謝佢哋。多謝新光所有嘅工作人員，多謝盛世天，多謝李居明大師，多謝海嫂劉太。咁今晚咧，我哋請我哋嘅策劃同埋統籌袁海先生同海哥出嚟同我哋講幾句嘢，好唔好？我想海哥。因為在兩天，其實大家都看到，原來前大前天我們桂文菲小姐有少少的受傷，她的專業精神使到我們非常尊重，今天我出席的議員就繼續參與去。其實呢，我想問大家這部劇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的好看，時間過得很快。我們已經雖然休息兩天，但我們加場，今天第一場的加場，再加上明天後天，我們暫時跟大家告別。咁啊，好，有個好好嘅消息，就係我都想透露一下。咁啊，琴日有人約會我，海哥，我睇完之後好開心，我可唔可以請你哋去比加演出啊？耶！咁啊，我當然啦，希望能夠成功啦。如果條件、時間，各位，因為呢班真係編、導、演都係好出色嘅團隊，係咪啊？我哋俾啲掌聲佢哋。我哋希望咧，將咁實力嘅人員，全部都能夠帶出我哋有壞嘅地方，我能夠同佢哋分享。希望將呢套好嘅戲全片向世界出發，好唔好啊？